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冰。喜欢我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，比较喜欢摄影，然后从今年开始也接触了胶卷相机，所以家里就有很多废弃的胶卷，所以今天准备去 DIY 制作一个胶卷相框，就把那些废弃的胶卷可以利用一下，做一个装饰品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去买相框。OK， 我现在已经从宜家回来了，选择了这款相框，但是以防万一，我还是买了一款，就是它已经隔好的这种，还有这个就是胶卷啊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其实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 DIY 一些东西，因为小时候我是劳动课代表，粘六个角，它是会比较固定一些，这样，然后就是把这个纸给它粘上去。然后我们就开始，一排可以粘六个左右，直接上胶。OK， 终于贴完了，各位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一会儿就就贴上去就好。你看我现在往地上丢，丢的那么潇洒，一会儿录完了还得自己捡起来，还不好捡。这里又是个天才。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，肯定是有问题，还是得要有点规划，我觉得。如果我用尺量一下，不要那么自信就好了。我的眼睛就是尺。什么 ？Later。我想了一下，准备把它结合一下。其实一切都是我设计好的。一切我都在我的意料之中。可恶，一张报纸。OK， 这期的胶卷相框 Vlog 就到这里，先跟大家告一段落。对，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说一下，大家下一次想看些什么。对，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。里面都是我的小相机，然后这就是我今天做的胶卷相框，怎么样？评价一下。Yeah.